庄严佛国，佛国立相，这一句很重要啊，然后才真正能建立水月道场，大作梦中佛寺，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，普通人做不到啊，我们要心想往之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为我们表演的八相正道，那就是大作梦中佛寺啊。佛这个字代表觉悟，大彻大悟，他所做的事啊，八相成道有没有呢？有，跟我们世间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有不一样，就是他没有把这些事情啊放在心上，他全放下了。啊，这一点世间人比不上啊。事情通通放下了，就坐而无所，无所而坐啊，坐跟没坐是一不是二，坐呢是利益众生，不坐呢是利益自己，是他两利也。如果把它放在心里面，这是世间人放在心里头，你虽然利益众生，你没有办法立烦恼啊！啊，佛菩萨示现在世间，无论示现什么身份，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，能现过往身，做过往，能现宰官身。啊，世贤为宰相，世贤为高级官员，啊，那么他治国，佛菩萨治国，也是梦中佛寺，水月道场，啊，他福慧双修啊，心地清净。只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这才叫真正的佛寺啊！如果你还有烦恼，还有习气，这是凡夫啊，六道众生呢、啊？啊，所以什么地方是道场呢？凡是道场，都是水月，水中之月，不能说真，不能说假。啊，你说不是不是这，真的水中真有月亮，水中月亮是天上月亮现在水里面的影子，你可以欣赏它，你不能执着它，要用这一个原理原则做入世的工作啊，在这个世间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啊，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功勋都不放在心上，若无其事啊，所以他的心没有负担，身心健康啊。如果天天想着要怎样做怎样做，这个可不得了啊，累死人了啊，未必能做得好啊。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，他不用思考，
事情来的时候立刻就处理掉了。啊，处理掉之后身心清净，一无所有，所以他生智慧，他永远生智慧，他不生烦恼。啊，佛菩萨跟世间众生，一切众生，我们讲十法界的众生，决定没有冲突。啊，这就是我常常提醒同学的，我们自己去修啊，就修这个本事啊。啊，学佛菩萨，坐而无阻，无阻而坐。啊，说认真努力在做，尽善尽美在做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心上是什么？是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心。啊，为什么能做到这样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明了这个事情，这个世界庄严清净，一无所有。那这个境界很难体会。我常常用电视做比喻。啊，我们学习多用这个工具。啊，这个工具就是屏幕。屏幕就是真妄一如。真妄不二，真不妨碍妄，妄不妨碍真。那屏幕打开是一片光明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往屏幕打开，频道打开，色相就出来了。色相依屏幕显出来，没有屏幕它显不出来。屏幕是不生不灭，没有动摇。色相是刹那生灭。那我们现在用的电视，这个色相是一秒钟100次的生灭。啊，也就是100张的动画在一秒钟当中放出来，你看到好像是真的，哎呦，这很逼真。看不到它的破绽。啊，那么色相妨不妨碍屏幕呢？不妨碍。屏幕丝毫没有沾染。啊，屏幕也没有妨碍色相的发挥。啊，他们两个密切的这个合作，我们从这里开了智慧，明白了。啊，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就要用这个道理。啊，全心全力为别人服务，心地里头干干净净，丝毫不染，就是无作啊。啊，放在心上，你有作啊，有作就有报。啊，善的是善因，就有善果；恶因就有恶报。啊，你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。那么佛菩萨，这叫化身菩萨，他跟我们电视屏幕一样，他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他有没有业？他没有。他做善，没有三善道果报；他做恶，没有三恶道的果报。啊，那世间有作恶？有。你看善财五十三参，就有三个菩萨，都是等觉菩萨。啊，甘露火王，他表什么法？表嗔恚，脾气很大。啊，一天到晚在那里发脾气，表的那个相给大家看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心地呢，清凉自在。啊，心没动过。法师阿弥陀女是淫表淫欲，那代表贪，贪色。啊，也像圣热婆罗门一样。啊，
代表什么？是啊，贪嗔痴是佛法了。佛用这个教人呢、用应当用什么方法他就用什么方法，妙极了啊。目的呢都是帮助对方醒悟过来，觉悟过来啊，能达到这个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啊。心地决定是清净平等觉啊，丝毫不染，有一毫染污就错了，那就是凡夫，那就不是菩萨了啊。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，所以修行不能离开人世啊。离开人世到哪修啊？深山去挖个洞去修，几十年不见人，一下山见人又堕落了，那不是真修啊。真修是在境界里头啊，真正一尘不染啊，像电视的屏幕跟画面一样，真的一点都不相干啊，彼此互相没有妨碍，屏幕不妨碍色相的发挥，色相发挥不障碍屏幕的清净，屏幕没有染住，这是大乘啊。修什么就修这个啊，顺境你起贪爱，逆境你生烦恼，你有怨恨，错，你还是个凡夫，没有入佛境界。你对事实真相没了解啊，你也会说，你也能讲，你没做到啊，你的烦恼习气没有控制住啊，还常常起现行呢啊。那么这个来生到哪里去？依旧六道轮回，出不了六道啊。阿罗汉有本事，像我刚才举的这个比喻，屏幕跟色相，它真的不然了。古老的小说有《济公传》，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看啊，印象很深刻，现在大概很少有看这个了啊，可能他看不懂。济公有时候开玩笑恶作剧，全是度众生，大权方便，自在无碍呀！无论他实现善与恶，心地一丝毫都不染着，这才叫圣人啊。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